所以这个抽奖，他就给了一部车叫 Proton Saga。是哇，然后过还有拉布布，是不是？有拉布布啊，我没有这么回报啊。老板有话说。欢迎收听老板有话说，你好，我是 Tommy 泽伟。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马福联会总会长 Dansri 林福山，太平橘生博士。 Hello Dansri 你好。你好。是我们今天请来了 Dansri 有一个任务，就是我知道说11月7号8号9号一连三天会在 KLCC 的会展中心举办一个国际的大活动哈，叫做第11届世界福建同乡垦丁大会。这个活动已经差不多是要到了，现在心情是什么？心情你说紧张也不是很紧张，这个筹备工作是从一年前我们就开始去筹备了。首先我们是组成一个队，筹委会的队伍，然后去了中国比较多福建，然后今年六七月就去东盟的国家，然后又去日本、台湾、那个澳门跟香港，当然中国为主。我们很期待了下个星期会把那个事情会做得好，当然说紧张不会紧张了，但是期待压力也是跟压力大了，因为压力是我们也希望那个把东西做好。我相信在做每一场活动，没有说当然有一点美做不好了，有点那个错误了，但是我们不管了。其实世界福建同乡垦丁大会是民间组织的，所以第一届是在美国，所以他们是每三年一次，就是4年在开始在美国，第二就是6年在马来西亚，在兰卡威举办，然后在今年的11届是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2024，因为刚好是马中建交50周年，也刚好今年也是30周年。1994到2024，所以一个是轮值，每三年一个国家。上一届是菲律宾，在前一届是印尼，所以下一届呢是还在他们会在这个九号就移交新的旗给新的主办国，所以这个是由民间组织。久而久之，这个省政府，福建省政府很看重，高度看重这个事情。这个福建同乡肯定它的目的是凝聚每个福建人在一起。你这一次你还去了好多个地方，刚刚讲说你在东盟各国也是基本上一个月是飞一两次，做什么呢？去中国那边是见那个市政府啊、县省政府那些领导，也是通知他们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或者在福建省什么市见到那些商家。所以这个东盟国家那个国家呢，我们只是拜会，大家认识在一起，从那边交流上我们可以让看到那些地方的福建人他们怎样的创业，他们的文化怎样的辛苦，我们也可以大家来互相交流。这个呢久而久之我们会做成一个朋友。像里面还有很多参展商，那些参展商你们也去拜会吗？还是说他们自动报名，哇，知道这个国际赛，这个国际的大项目？参展商因为是属于福建那个福建省，一个福建垦丁大会嘛，所以属于最主要是中国福建与马来西亚的产品，还有印尼跟泰国都有来参与。所以福建呢是由成立一个说福建馆，全部放很多福建的产品，听说有包括安塔德化的陶瓷的瓷器啊，还有永春的香啊，那个福建那个安溪那个茶叶啊等等，包括马来西亚当然是有咖啡粉啦、啊，好像我的公司宁波生集团也放那些产业啊、工业园啊，还有那个几个有名义总会长，他们有放他们的，把这个150个位置放满。其实那个世界福建同乡垦丁大会，我去了两个国家两次，他们很简单，就是一个开会跟那个格兰尼的，我们那是把它当成三合一，商贸展那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二天八号是一个经济论坛啊，也包括那个美图的创办人来分享啊，还有包括那个半导体啊，有两个州的行政议员啊。滨州跟那个雪兰莪州，还有那个世界华人头条啊等等几个，他们分享那个讲座会啊给大家听了。一位女士她说，我们做一个抽奖
给人家，他们打算在九号下午四点或者五点，然后就给他一个抽奖仪式。所以这个抽奖，他就给了一部车叫 Proton Saga。是哇，七号、八号、九号那些人来参观来看，那你放了名字，看有机会。到时候包括有那手机啊，对，新的苹果手机啊，还有那个按摩椅子啊，还有个 Omega Watch， 我听到说什么手表啊。还有那些其他等等的旅游的房酒店的 package 的等等啦、所以这个是很吸引人的，这些全部是由赞助上来支持的。然后还有拉布布，是不是有拉布布啊？我有他们还没有，还有三个还没有给我回报啊。这是我听到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工作由我们的工作小组去处理。我只是细节我也没有那么细节，对，因为你要看大局，大框框架做好。对，所以相信在七号会八号会很多人来参观。我们在 studio 那个协唱那个主题曲啊，富山富水富云来将在11月1号播出来，所以这个歌曲是很有意思啦。正式的出炉的是在11月9号筹备期间呢，难忘的是很多福建乡亲肯出钱来赞助这个活动。所以个人方面是我所说的是我们的主题曲那个世界闽南语的歌后陈飞女士说，你们办那个肯定大会没有主题曲。我说什么是主题曲我们也不了解。我就跟他说一个省领导不要发明了、他发个微信给我说要形容福建了，富山富水富气富运来。我就把他这个微信就发给他，我们就当天就找到十个人晚上学习，在我的组那边学习，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去 studio 一整天，也不简单，很累哦，我觉得。我唱一句，我的夫人一句，他们有几句合起来，唱就变成这个主题曲，也不是我个人唱，是很多人唱，就是这一个有一个，虽然说我很多年有唱的吧，这次唱的蛮有新鲜感的。这整首歌下来，你觉得哪一个歌词最让你有感触了？富山富水富运来，其实句句都有意思的。如果你真正来听呢，句句有意思的，越听越好听的。这个歌是形容福建人的福建史的福建人的爱拼会赢的精神团结，因为福建人是属于福，有山有水，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但这个属于福联会马福联，这个马福联还在中国叫马福联，福联会马福联，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产权，我们的产权 copyright。